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海景房，里面的家具样样齐全，晚上睡不着还可以吹吹海风，真不错，可以用来拍来旅游租房子的剧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这是一个黑色的别墅，里面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厨房，毕竟谁都是个吃货，用来拍剧也是非常可以的。这是一个白色的别墅，外面还有一个喷泉，用来拍独居生活非常 nice， 就是厕所有一点点小。这是蜜雪冰城小狐狸建的，之前我有一个作品，有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小号，现在是我妹妹玩，名字是繁星西西子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